大概简单复习一下啊，就是说你先把那个问题一一打开来。那我们大概会需要几个功能：一，把那个标准理论做出来。那做出来会有三种方法，第一个是使用那个插入函数，用内建或者使用公式哦。那基本上公式的话呢，这边有一个什么呢？身高的平方，好，乘上22再除以1万，就是它的标准体重。好，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如果我希望呢用 VBA 来做的话，那 VBA 我讲过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按下按钮自动把它帮我填完，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样插入那个函数呢，能够有一个所谓的标准体重函数。那这个标准体重函数的话呢，就只要给什么呢？给一个身高就可以了。好，OK，身高，然后呢，自动就帮我把那个标准体重做出来。这个当然第一个步骤，这个在入门班里面我们做蛮多，利用公式函数。那简化的话可以制定一个函数啊。那再来呢，我们会希望呢能够进阶哈，就是说我今天的比较重点就是第一个啦，我要怎么样哈，可以。就是启动表单哈，比如说我今天还是需要再输入其他的资料，那我有没有办法怎么样呢？做一个表单哈，当然你也可以给使用者输入啦，不过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给使用者随便输入，你会发现真的惨不忍睹，回来东西哈，格式错误啦，或者是说一堆奇奇怪怪的讯，奇奇怪怪的状况都会发生。所以呢，如果说你要避免那些，你将来要花很多时间去校对那个资料的话，那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一般我们会用表单来规范。可是这个表单的话，基本上我会希望啊，多一个按钮启用表单，然后主要是针对什么？几个栏位，比如说我今天呢，希望他填上了什么？填一个他的姓名啊，然后呢身高啊体重有没有填进来？性别的话呢，最好就是用下拉选单，或者用那个什么 option 有没有那个两个二选一了哈。那我比较喜欢用那个下拉清单，因为下拉清单的好处就是，反正呢哈，它点选之后就下拉，也比较不会像那个 option，就是那个单选那个哈，那个界面你要做比较多的设定。那如果下拉清单的好处就是，反正它会跟那个上面这个一样哈，高度跟宽度其实可以设为一样。那标准体重的话呢，你可以不用它填写，所以这边的话会是一个 label。那这个 label 呢，为了要跟上面有区隔，你会发现用灰色的。那表示说呢，这个标准体重是，当你填完一二三四，按个确定之后哈，它会自动怎么样？自动产生嘛。OK，它自动产生的话呢，就用什么方式自动？当然前面我们有写过制定函数的话，其实在表单里面呢，也可以呼叫你自己写的制定函数，表单也可以呼叫制定函数，然后呢，可以怎么样？把这个结果给显示出来，并且帮我把什么呢？这五个资料怎么样写到这边？的最下面一列有没有？最下面一列，然后呢，变成一笔记录了，有没有？那有点像是把 Excel 当资料库来用。OK，所以第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比较重点是放在那个表单的设计和把资料写入到 Excel。那也就是以后每个人他都可以怎么样？反正他有 Excel 档里面呢，除了说呢哈，可以有个启动表单之外，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当这个 Excel 打开的时候，顺便把表单直接叫出来，反正他的工作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帮我输入资料，好，反正一个 key，这个 Excel 档的作用就是让他 key 资料 key 到这边来，好，那再来的话呢，好，可能第二阶段就是说，假设每一个人都做一样的事情，那会变成说很多人都有一样的资料，什么资料？也许会员的资料，这也许是一个假设是一个会员中心的资料，那前端人员输入一样的资料，可是最后会有个问题就是，大家要把所有资料怎么样，把它集中在一起，好，比如说前台很多人作业，那可能这一整天，会员可能有填了很加入很多会员，那不可能说怎么样，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会员啦，一定是怎么样，要把整个公司所有的资料集中在一起。那以前的话要怎么把它汇整资料？好，那我之前也遇过了，好像那个在某寿险公司，他们也蛮大的公司啊，他们。就是说他们只没有用资料库，用什么呢？用那个教育里面的那个什么呢？共用有没有活页簿？那因为如果说你要让多人同时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同时输入资料的话，他就把这个档案啊放在网方，然后大家共用。可是呢，特别注意啊，这个功能好像记得是2007以后才有这个功能，2007不知道有没有，2003确定是没有。
所以呢，他们公司哦，如果假设你们公司版本太旧的话，那也没有这个功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你用这个功能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哈，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还是会有很多状况吧。因为你叫别人复制贴上哦，说真的，感觉应该不会很复杂，但是复制贴上就是会发生错误。那它这个，假设啦，那如果你要简单的做法，不用资料库的话，可以用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我还是不是那么建议的哈，它里面甚至可以什么保留那个一些修订的记录，所以如果说谁改了或者谁做了一些变更哈，都会有一些记录在的。当然你不要改这个不保留的话，那就没有记录了哈，所以谁乱改那都会有记录存在等等啊。不过你有可能有什么冲突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呢，同时一个时间里面，同时两个人做一样的事情，刚好两个版本冲突怎么办？那预设是由使用者决定哪一个修订，好，OK。不过这个版本特别重要，只有好像我记得2010吧，还是哪个版本之后才有这个，在校阅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共用活页簿哦。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方法哦，通常还是比较不正规啦，因为状况还是很多，还是比较建议用什么用资料库的方法，也就是大家呢都可以把资料丢到一个资料库里面去，然后呢，如果将来要查询的话，再从那个资料库把资料再捞回来。所以待会的练习啊，第一个可能就是表单，好，我们要设计一个表单。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把你做好的资料呢，可以新增到一个资料库里面去。好，所以这边有个新增，新增的话呢，当然我们先新增单笔啊，就是这一笔同样可以新增到这里之外，我们要做一个练习，就是可以新增到外部的资料库。那个资料库呢，到底用哪一种资料库比较好？其实一般呢，如果 Office 同一个家族嘛，哈，我想最常用的是一定是什么 SS 嘛，OK。那在我们电脑里面刚好也有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在那个应该在程式集里面嘛，应该有那个 Office 里面的 SS，我们这边应该有这个软体吧，哈，所以你们找一下，应该有那个 SS。不过呢，也有一种可能性哦，就是现在很多的公司哦，为了要省钱，所以他就不授权，他就是什么，直接用最精简的版本。哎，我们这边该不会没有吧？啊，有，在这里哦。他要按照那个，因为现在 Win 10啊，那 Windows 10这学期才改的，所以今天大概才用第3次吧。哈，好，那用 Access 呢，也可以怎么样共用我们资料。所以呢，哈，当然我们如果说有装这个 Access，那你可以怎么样？可以用 Access 来共用，但是呢，Access 来共用的话，其实哈，如果你用我们今天讲的那个一个外挂叫 ADO 的话，其实你只要你的设计的这个人有 Access 就可以了，其他电脑没有 Access 也没关系，啊，因为呢哈，我们可以透过 ADO，然后呢用 ADO 怎么样呢？跟 Access 做沟通，利用这个外挂啊，沟通的语言哦，就是一个叫 SQL 的语言，SQL，哦，SQL。这个 SQL 语言哦，实际上简单的道理就是跟资料库沟通的一种共用语言，不只是 Access，可能你用其他的那个资料库也都没关系。好，比如说你用那个除了 Access 之外哦，在网上还有 MySQL 啦，就微软另外一个网路型的资料库也可以。另外的话呢，哈，还有后面我可能会讲到说，如果你用单机型的 Access 是属于单机型的，它有个缺点哦，就是哈。你可能要跟其他的程式共用的话，也许会有问题。所以一般我们除了用 Access 之外，哈，我还建议，如果你用网路型的话，又不想要花很大的费用，甚至不用费用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另外的资料库，叫做 MySQL。这个 MySQL 的话，它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哈，不用有费用的问题，因为它是自由软体。哦，那你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那请各位哈先。大概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课流程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大概一摆在也许是表单的部分，第二个表单跟资料库之间怎么做沟通，那会用到 ADO 跟 SQL，哦，啊，这些技术其实都还蛮有点专业性的哈，哦，那所以有点难度，可是各位不用担心，因为我已经帮各位整理好了，你只要有一些整理好范本。你只要会复制贴上哦，你今天的作业应该就做出来。还有以后你工作里面啊，反正你把我这一套拿去的，应保证也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而且哈，非常的精简，精简到一个不行，而且很好记啦。啊，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先了解一下哈。OK。
那我给各位的啦哈，是绝对是可以用的，而且哈，不是说只是范例用哦，你以后你要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而且非常的简单，哦，啊，这些逻辑啦，因为这也是实际上工作上用到的哈，所以未来我还会，就是说呢，除了用VBA 之外哈，其实像未来像可能跟什么呢，跟手机的 App。或者是说跟什么，跟网络资料库哈，或者是跟云端，跟什么，跟 Python 啊，跟 R，如果可以互相串联的话，其实可以用 MySQL，MySQL 其实它每一个都互相都可以接在一起。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哈 VBA 输入之后有没有，你将来要给手机端可以看到的话哈，那其实用个 MySQL 就 OK 了。好，那或者是说 Python 端也可以看到的话，哎，你也可以用 MySQL，反正大家的资料呢。都放在 MySQL 里面，那这样大家去那边捞就可以了。无论你前端是哪一种 AP 的话，反正都用同样的资料库，哦，啊，各自用各自强项的地方。那目前可能我觉得这个用跨语言式的这个设计方式的话，也是目前的趋势啦。所以请各位哈，先大概把那个问题零一的题目先打开。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几个部分哦，第一个当然函数先公式先做一下哦，然后再来就是把那个 VBA 部分稍微再 run 一下，待会我们来。